大家想唔想知道我今日喺度做咩咧？大家首先睇睇我呢个乱糟糟嘅台。咁其实咧就系因为我咧就啱啱派咗台我首新歌，让我享受谈恋爱。咁其实咧就系为咗表示一啲心意啦，俾所有嘅传媒朋友啦。咁所以咧我就做咗呢一个系呢一个系送一啲护肤品嚟嘅。咁其实系一个我代言嘅牌子啦，叫做 Love Impact。咁亦都系俾大家知道谈恋爱嘅时候，其实最紧要就系滋润肌肤啦。咁为咗有诚意咧，我就每一个人咧都会设计咗一个少少嘅一个纸仔咁样啦，就写咗个名啦，同让我享受谈恋爱啦，同埋呢个咧就系个关键啦，就系一个我自己设计嘅一个 logo 嚟嘅。咁其实点解喺一只眼入边有个心咧？就系因为当你谈恋爱嘅时候咧，你嘅眼中就只有爱情，咁所以咧就有一只眼，把一个心喺入边啦。入迷的眼。